各位金宝的兄弟姐妹、乡亲父老，大家晚上好！真的没想到天落这么大水，大家都拿着雨伞一起出来，这个证明金宝人民要求改变，要求金光美好的马来西亚的斗争正式开始了。Persembahan drum tadi jelas mempamerkan perjuangan Pakatan Harapan. Tadi kita lihat ada budaya Melayu, budaya Cina, budaya India. Perjuangan Pakatan Harapan adalah untuk mempertahankan semua kaum. Pemimpin kita anggap anak Melayu anak kita, anak India anak kita, anak Cina anak kita.Kita tak mahu lagi politik osopia perkauman yang memecahkan masyarakat berbilang kaum Malaysia. Yang kita mahu adalah pembinaan bangsa Malaysia yang bersatu. Cina, Melayu, India, kita semua sanak saudara. Melayu, Cina, India, kita semua ahli keluarga. Kerana kita semua adalah anak Malaysia.Pilihan raya kali ini, kita ada tiga misi. Pertama, hapuskan rasuah supaya abang-abang polis kita lain kali dapat pencen. Jika rasuah kita tidak hapuskan, satu hari nanti mungkin polis kita, tentera kita pencen pun hilang. Yang kedua, kita kena pastikan ekonomi dipulihkan supaya mata duit wang ringgit kita kukuh semula. Harga barang turun.Rakyat hidup senang, gaji mencukupi. Ini adalah undi untuk penentu masa depan negara. Yang ketiga, kita kena pastikan supaya politik perkauman Osobia, perkauman UMNO BN, pencacai agama PAS semua ditolak ke tepi, semua simpan dalam Museum Taipei ataupun Museum Negara.Kerana inilah masa kuasa dalam tangan rakyat. Kuasa dalam rakyat Malaysia 21.17 juta pengundi akan menentukan siapa kerajaan, siapa Perdana Menteri. Dan Sabtu hari depan, waktu penentu masa depan negara, marilah kita bangkitPastikan harapan bangkit membina Malaysia semula demi masa depan negara. Kawai, cengai ke hendai cemoi. Kaman siu dai le, kan dao da jia xia zhe da yu, hai si da jia mao zhe feng yu, feng da yu da, ya yong le chu jing, huo jin dong ke ni ge yin gong zuo, siu dai duo de fei xiang ge gan dong.頭先我講呢排嘅選舉，我哋有三個目標。第一就係去選一個清潔嘅政府，確保而家你屋企污糟咗，係咪喺度嚟打掃？國家污糟咗，係咪一樣去打掃除？所以咧呢排咧，全部貪污擒佢，全部成班嗰個民主叛徒，我哋全部一家呢掃喺垃圾桶裏邊。啊！確保馬來西亞嘅政堂可以大掃除，呢個係第一個目標。第二個就係去確保馬來西亞嘅馬幣，去揾一個識得管理經濟嘅首相。啊！我哋而家去選嘅係首相，唔係嚟選累世啊，唔係嚟緊累世。而家你選嘅係選首相，所以咧。一定要找一個懂得管理經濟的首相、啊、九馬幣升分、啊、不像好像今天這樣成日屙屎漏勢，成日馬幣都跌的、啊、行情越來越壞，好像我們的這個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去大街小巷，很多人民都說通膨大海嘯，国正在睡觉，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一定新的政府会管理经济。第三个目标就是要确保这次的选举
马来西亚有三座大山，这一次一起过，我们高玉山一起跨，玉河一起游，确保这三座大山都被我们克服。第一，铲除种族政治；第二，丢掉神权政治；第三，告别腐败，引向清廉的政府。这个是立牌选举的三大目标，同大家讲清楚。阿妹，今日我嚟到，哇！而家好多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希望联盟执政的州，雪兰莪、槟城、新美兰州已经宣布下个拜五放假，拜五拜六礼拜三日唔使做工，叫你嘅斗嘅姨妈姑姐兄弟姐妹全部翻嚟金宝投票，翻金宝廿二宝就大家唔会走宝，好唔好？我今晚就要求贝拉嘅州务大臣即刻宣布下个拜五一样放假，尊重人民投票的权力。我收到风啦，应该过两日。而家呢个国阵最短命嘅首相傻 B， 傻 B 应该过两日就会宣布全马下个拜五都会放假，拜五拜六礼拜放假，就希望大家全部翻屋企睇父母，食餐好嘅，一齐大手牵小手，大家出来投票，国家重返正道，这个是第一。第二个，有收到消息，有些人说，哎呀，那个姐姐妹妹很漂亮的，有查那个指甲油的，油的就不可以投票。有些所以指甲油一定要，有那个就不得投票，这个是假消息来的，这个是呃鬼吃豆腐。你的手怎样漂亮，和投票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点是点这个字嘛，是指点一点你那美丽的小手就一样可以投票了。千祈记得，没有听人家说，有查指甲油就不可以投票，没有这样的事。第三，有些老人家收到那个 SBR 给的，说什么你只是两点半来投票，有些说十点半投票，有些说八点半投票。我今晚跟大家宣布，那个只是给你参考的时间。如果 你觉得那个是你投票的吉时，这样你就去咯。如果 你不得闲，没有相干的。总之下个拜六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你几时得闲你就几时去。但是我就希望大家八点那个学堂门一开，不要等他落闸，不要等他放狗，那个闸一我们去排队，一人一票对冧国阵，对冧国民，好不好？因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国阵就特登揀落水的时候做大选，就希望大家回家睡觉，抱住老婆睡觉，不用投票因为天凉好个秋嘛，是不是？还有一首歌说什么？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歌？三月里的小雨，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变天了，对不对？揀落水就希望你们不出来投票，但我们就夹硬，政府不让我来投，我们就特登出来投票，有没有？因为这个是民主的权力嘛，人民的权力，人民几时最大？就是五年一摆可以揀首相、揀部长、揀政府、换政府，这个就是民主国家最犀利的地方千祈不要放弃。如果你自己不去投票，那个阿里阿科的出来帮你投，他就揀一个阿里阿科的出来做部长，就帮你成个国家管到乌里丹都。那阵时我们后悔已经太迟了，所以希望大家下个拜六越早越好，千祈不要等到五点六点，又好像今天这样又落大水，这样就大镬嘢了。第三，很多人问呢排选举，希望联盟有冇可能赢？
今晚就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头先嚟嘅时候睇咗新加坡嘅报纸《联合早报》，今天刚刚报道最新的民意调查，独立民调中心 Merdeka Center 刚刚做了11月8号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希望联盟的支持度史上第一次超越国政。现在要换政府的人，西盟35%，国政23%，国盟21%。在这个三国时代，希望联盟已经大幅度的开始超前。我们现在还差大概20到30个国会议席，就可以单独执政，不用看国政的脸色，不用看国门的脸色。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投票率。如果出来投票的少过68%，张泽民再犀利都是一样去荷兰。但是如果投票率超过75%，这样我就有希望可以看到马彼得州变天，马来西亚换政府。这个很重要。少过68%，没有说张泽民，小弟魏可曼一样会荷兰。所以呢，希望呢大家没有送我去荷兰，因为我还想来金宝探你的。哦，希望大家一人一票，全部出来投票，好不好？金宝的呢，有些人说，哎呀，这排有个好好先生，他叫阿Sam，又叫阿李志良。阿志良哥呢消失了很多年，啊，人间蒸发5年后，今天我们老朋友又出来选了，啊，所以呢，现在他就叫人来说，我们知道国阵不行，国阵走水，国阵腐败，没有相关，所以我们现在选人不选党，哈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呃鬼吃豆腐。以为你以为现在你跟女婿啊，跟女婿就跟李志良 OK 的，是不是好好先生？但现在大佬，我现在跟政府啊，我现在选首相啊，你投给阿李志良，谁个做首相？诈尸咯，诈黑咯，投马华就送诈黑，投火箭就送安华，明白冇？如果你投嗰个沙巴嘅华利山，唔知道送边个，因为佢冇可能做政府，因为佢全马净打26个位，赢晒都系反对党，所以千祈冇浪费你手中神圣嘅一票。啊，呢个系咪有金宝有一个党坐船过嚟嘅？系咪？佢嘅呢个标志就系船咯。啊，佢坐船过嚟，系咪？又叫大家支持佢。佢嚟唔系爱赢嘅，佢系嚟输嘅。佢搞嘅边个输？佢系搞火箭输，因为后面有人俾水啊，所以佢船就去行。冇水，船点样行啊？啱冇？所以佢全马22个国会，嗰、那个帆船党打几多个？全马佢打26个。26个赢晒会做政府冇？冇可能。要做政府，你最少要赢112，啱冇？阿姨，啊，大佬，啱冇？所以26个出嚟金宝打，就专登揾啊火箭党赢嘅地方，佢嚟加州分散选票。但系我对金宝嘅乡亲父老好有信心，大家好不拉计数噶嘛，啱冇？边度有咁容易俾佢呃？所以咧，千祈冇分散选票。咁第二，头先我讲李志良咧，佢系我嘅老朋友，我都识佢差唔多25年啦，好好先生，嗰、那个做女婿唔错，但系咧做高位议员咧，代表人民唔得，唔得，点解？我问大家 ，OneMDB 毛统成我哋500亿嘅时候，马华有出声冇？都唔敢一声，啱冇？政府响我哋嗰个榴莲山斩唐人肉农民嘅榴莲树嘅时候，猫山王榴莲树九天砍了15000棵，害到老华人农民血本无归，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时候，请问马华去边度？都唔敢一声，
系咪？肥婆、阿尖哥、搅水，害到我哋而家开学堂冇钱，爱乜冇乜。马来西亚争咁多女，马华嗰阵时响边度？都唔紧嘅一声。咁样我哋选各位议员，你系选嗰度响嗰度瞓觉嘅咧？啊，仲系选一只老虎入去国会，系咪？啊，我哋一定选敢敢出嚟话事嘅人，啊，敢敢出嚟帮人民，啊，帮人民出声嘅人。所以我哋要选一个火箭党嘅各位议员同埋周议员，啊，古海燕、莎莎同埋曾泽明三个神剑客送入国中议会，火箭就哇你知，马华就哇知你，所以选择好简单，呢、这个讲得清清楚楚。再者，而家我哋嘅国家三个选择：投国阵送扎希，投火箭就送安华，投国民送边个？送夏蒂亚翁带你去荷兰，你肯定唔爱噶啦，啊，肯定唔爱，唔爱咧就一定要出嚟投票，确保系咪我哋嘅经济可以重新起翻下嚟？你睇而家，我问大家，头先我讲乜？今日选举系选边个系首相？啱冇？第一安华，第二扎希，第三毛尤丁，你讲嘅棺材丁又好，毛尤丁又好，三个首相人选，问大家边个识得管理经济？扎希识冇？酒水佢就不叻啊！你叫佢管经济，我哋可以拣好简单啫，问自己有边个首相人选识得管理经济，可以代表马来西亚系咪去国际嗰度为国争光、争取权益？我哋而家国阵嘅首相人选，一个就讲傻 B， 一个就讲扎希。傻 B 连英文都唔识得讲，你唔可以拣一个你英文都唔识嘅人做马来西亚首相喎，咁样比小弟做都更加好啦，啱冇？冇可能吗？你马来西亚去做先进国，找一个连英文都不识的人来做首相，去美国讲马来文，去联合国讲马来文，马来文是好，我不讲，没有讲不好，但你可以看他哪里用嘛，啱冇？好像我来金宝小弟啊嘛，就讲苦话都好渣，但我都识少少扮代表，因为我知道讲讲苦话大家听到有亲切感嘛，啱冇？而家我同你讲，你是一把妹哦，你却对哦。我話你叫 don't call me 我，你對水之下做乜哦？啊，你都唔知道我噏乜噏咩？我頭先講嘅係咩話？我頭先講嘅係福州話，所以我嚟金寶唔講福州話嘛，我講廣府話，我尊重大家嘛。你選咗傻 B 去首相，嚇、啊、佢寫信俾英國首相恭喜人哋嚇、啊、做首相，佢唔識得寫英文嘅喎，佢寫馬拉文。英國首相收到係咪一個頭兩個弟都唔知道你甩乜？咁样嘅人，你点样带领国家前进？系咪？所以我同大家讲，选择好清楚，三个啫。而家我哋唔系选女晒啊，我哋系选政府，系选首相。总之，你一票投俾火箭，就系、是、投俾安华；一票投俾国阵，投俾马华咧，就系、是、投俾扎希；一票投俾国民，就系、是、投俾回教党。啊，好清楚啦、啊清清楚楚啊！而家咧有一个问题，我去到边度咧，好多阿姨同埋我哋嘅 uncle 就揾我，危可问呢排好似冇睇到火箭喎、啊，下个拜六系咪？我哋唔知画咩嘢喎，定啲咧？而家新时代睇到呢个标志冇？有个三角形嘅啊，呢、这个就系新时代嘅火箭。而家嘅火箭有 double engine 嘅。啊，就飞得快啲，就飞得高啲啊！火箭去飞天，你有希望，所以咧千祈记得，火箭就响呢度，三角形嘅。啊，下个礼拜拜六揾到呢、这个夏立斌就系、是、希望。咁样点解投希望？啊，你都知啦，有睇嗰个香港明星周星驰嘅戏冇？应该有啦，修炼功夫、修炼祖朝，乜都有噶嘛，啱冇？周星驰一句话讲咩？
人生冇目标，就好似咩咸鱼一块，啱冇？魏可敏同你讲，人生冇希望，就好似咩？就好似棺材板一片。所以人生要有希望，我哋就支持希望联盟，好唔好？我相信呢排98%的人，尤其是唐人同埋英道人，我行全国每个州，我下个拜一我去沙拉瓦，系咪？拜二我去巴亨，系咪？拜三我可能去佐科，全马走，我全部都听到好多人，旧排唔想投票嘅，而家都全部出嚟投啦。因为与其怨声载道，不如回家投票。大家出来挺西蒙，光复不成，一定能。团结就是力量。有啲后生嘅讲，哎呀，佢叫我 uncle， 我几伤心嘅，冇。哇，叫我 uncle， 佢 uncle 啊，投票很麻烦呢，又要晒太阳，又要拿雨伞，又要排队三个小时，我才可以投票，画一个叉，这么麻烦，不要去啦，哈。我就问他，小弟弟，你说很麻烦哦，美女很麻烦，请问你，你有去排队喝 Starbucks 吗？你有去排队喝 Tea Life 吗？有吗？对不对？你去排队，你有排吗？要不要给钱的？要啊，要给钱，要排队，你又去哦。投票是免费的哦，连画的那个笔也是国家给你免费画的哦。这给钱的你会排队，免费的你不懂得去啊，冇可能嘛，啱冇？我讲嗰两句，嗰个小弟弟同我，啊，看看好，我拜六去投票，我会的，我会去投，呢个系好事嚟嘅。有啲人咧又讲，哎呀，投票俾你哋都一样噶啦，边个做政府都一样嘅，我好失望咗啦。可以失望，但是不要绝望。我问大家，民主有天掉落嚟咩？好似你做猫山王榴莲，你冇施肥。冇打藥，嗰個榴蓮會跌落嚟俾你食冇？嗰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嘛？啱冇？大家都知噶嘛？一樣。馬來西亞的民主，從吉巴星林吉祥的時代，用了60年走到今天，一代傳一代。我們要有我們老祖宗那種不屈不撓、絕不放棄的精神。大家想想看，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当年搞革命，全满大家，孙中山搞革命搞了几次才成功推翻清朝，推翻溥仪皇帝。孙中山用了11次才成功，当时被清朝追杀，从中国逃到槟城，逃到新加坡，逃到太平，孙中山都绝不放弃。如果嗰阵时孙中山先生都好似而家有啲人嘅态度咁样，哎呀，我好失望啦，我就唔出嚟投票啦。我就问大家啦，今晚你嚟啊，阿啲，我哋个个都而家仲系着嗰个清朝嘅衫，绑辫子，戴三角帽，撞到人就炸炸，啱冇？清朝系咁样噶嘛？就系因为。因为有不放弃的精神，马来中国正看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就会今时今日咁强大，世界而家第二名。100多年前，我哋嘅阿爷 ，OK， 公公婆婆，中国嚟嘅时候，有乜嘢？好多过嚟下郎南洋嘅，剩翻乜嘢？一样嘢啫，底裤一条，啱冇？我阿爷嚟中国嚟嘅时候，乜都冇噶，底裤一条啫，辛辛苦苦，刻苦耐劳，勤奋俭节俭，正打造我哋而家马来西亚嘅经济财富，所以我哋冇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唐人最关键嘅系咩嘢？华人最期望的就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一代比一代更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好。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一时的挫折，
而放弃了为国家斗争的希望。而家屋企污糟咗，你都识得打扫咯，啱冇？而家回教堂、回教堂又禁酒、禁赌、禁演唱会，你要用选票告诉回教堂：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人生我扎fit，我的自由不关你的事。我要用选票表达反对神权、反对宗教的这个极端，来捍卫马来西亚多元世俗的精神。用你的选票告诉全世界，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不是伊朗，我们不是阿富汗，我们更加不是沙地阿拉伯。所以各位，国家马来西亚是我家，建设就要靠大家，好不好？我相信甘堡的兄弟姐妹落大水都会全部会出席，是证明你们爱国的心。爱国不是喊口号，爱国不是挂国旗，爱国就要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一个真正清廉有为、多元开明的新政府、好政府。我们现在是赶政府啊！刚才我说李志良先生可能好好先生，我坦白说10年前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是好好先生，你是好人，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他问我咩？好人入错洞，你又骂话做乜鬼？啱好嘥时间，出卖唐人，做到无统嘅呢个贪污嘅帮凶。佢讲吓，好，系啦，系咁样噶咯。佢系咁样，佢都知噶嘛，佢知嘅。你以为佢唔知咩？冇办法嘛。而家佢党揾唔到人，系咪？你睇而家文东嗰、那个白坑洲文东。马华总会长退休都拉出来啊，你有看过这样吗？啊，现在马华人才凋零，现在行动党已经在栽培30多40岁的年轻人，马华还要找70、80的候选人，而且退休了的还把他拉出来，现在是单势力廖中来。我想今晚顺便建议一下啦，记者先生小姐顺便报道啦，下一届大选哦，马华应该派敦林良实出来选，也顺便派李三春出来选，这样我看更好。因为啊，他真的找不到人了，找不到后生的70岁、80岁拿来选，系咯，咁啊嘛叫林良实出来选啦，啊，叫李三春出来选啦。我讲李三春啊，个个帅哥美女问我谁是李三春，是不是？我看你真的不知道谁是李三春啊，那个是1982年的候选人，哈哈，要搞82年。嗰、那个帅哥美女都仲未出世，都还没出世，啊，佢已经出嚟选，呢、这个证明乜嘢？我哋要揾嘅一个系真正生机勃勃、潮气蓬勃、有做好啊未来政治布局的政党。这一次大选将决定我国未来20年的命运。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一旦选举三分天下，所以我头先讲啦。最重要呢个咯，睇起嚟咧，而家最惊系三分天下，西门赢80，国门赢50，然后国政也赢50，三个都没有人超过112，冇人可以单独做政府。嗰阵时，如果国门跟国政结合，马来西亚成了乌伊土联盟，我国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从此以后毁于一旦，我们对不起子孙下一代，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孙子，东郭杜拉曼创独立的时候帮我们争取回来的马来西亚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所以我在这边诚恳的呼吁，包括现在网上的观众，这些几千人啊，有大概6000多人在看着。我希望大家听的时候不要只是听，也能够一人一票，帮忙用你的一指神功，按 like 按 share， 嘟嘟嘟，
然后帮忙我们做那个 TikTok 短片，传用 WhatsApp 用 WeChat， 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我们相信靠着团体群所谓的团队的力量，我们可以改写马来西亚的历史，可以打造新的繁荣公正各族平等的马来西亚，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所以这一次的大选口号就是 Kita Boleh， 在英文就是 Yes We Can， 巴沙 Kita Boleh， 华文就是投西门一定能。所以各位，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金宝，还有最后六天，请大家准备安排你的先亲父老，你的姨妈姑姐兄弟姐妹全部叫他安排拜五放假回来看父母，请老豆老母吃一餐好的拜六，大家全家人一起出去投票，让我们一起让马来西亚希望起航，再创辉煌。我今天呢每一个晚上都有2场、3场的演唱会、早上一场晚上一场还有半夜场，所以现在呢我就去灌去安顺、那里还有一场、讲到尾听天早上8点又开始，每一天只是翻3个钟，所以我的声音都没了，大夫又失迷，是不是又落水，但没相干，再辛苦我希望当黑暗的尽头，11月19号我们可以看到曙光，1119大家一起救什么，救我们的国家，确保马来西亚在我们的手中重返正道，打造一个真正开明多元廉洁的政府，反贪污投西门，反对种族政治投西门，不要神权政治投西门，要重整经济投西门，要多元开明的政策投西门，让我们一起努力齐心协力共同创造再创辉煌。多谢，唔该，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